大家好，我是极客小编，欢迎来到极客枪战武器秘籍大公开。这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武器是粒子炮末日天罚 A1， 赶快跟小编来瞧瞧粒子炮的威力吧。嘿嘿吼，可恶的猎弓欺负我射程比较短，没关系，看我末日天罚的厉害。嘿嘿，你在嚣张啊，就算我不用气气也能一枪把你爆头。拿着末日天罚，虽然走得比较慢，但是在远程攻击上是非常有压制力的哦。不用蓄气，而且射程范围大，轻轻松松就能将对手一枪爆头。哈哈，就凭你也想赢我？另外，末日天罚还有个超强的秘密武器，那就是电磁攻击。只要按住逃出射键，蓄气满了之后，就可以展开持续性而且没有射程限制的光速攻击哦。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可恶，竟然躲在后面偷偷狙击！看我电磁攻击，把你们通通赶走！突击！原来末日天罚不止个人表现超强，用来掩护团队进攻上也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啊！真的好好用哦！另外，末日天罚的电磁攻击，只要有战术的好好利用，就能轻松让敌人掉进你的死亡陷阱里。看我封住敌人左边的路，只要等他从右边出来，嘿，就能一枪送他回老家喽！嘿嘿。致命的远程威力，还有电磁攻击，末日天罚 A1 真的是一把很强的武器耶！想来试试末日天罚 A1 的实战手感吗？快来极客枪战，把它带回家吧！